伤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去给我顶住。是。正南，雨柔。让你走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不走，我好不容易跟你重逢了，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。我是军人，守住锦城是我的责任。你可我是你的妻子，守住我的丈夫也是我的责任。是，大兵们，你们撤退四路。是。锦城守不住了，你已经尽力了，锦城的百姓会感激你的。不，我对不起锦城的百姓。你别这么说，你做得很好了，你依然是我心里那个少年英雄。英雄？我算什么英雄？作为军人，我保护不了自己的百姓。作为男人，我现在也保护不了你了。玉荣，真的来不及了，你快点走行吗？我求你了。我不走。正南，你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。我金玉荣这辈子经历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了，你知道我这三年来都经历过什么吗？我想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只能对着空气讲；我想抱着你的时候，只能抱着枕头；我想哭的时候，我只能把眼泪咽到肚子里。不怕死，可我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的痛苦了。从不日顾德、小燕、小云、咱爹，还有燕城，这些亲人一个一个从我身边离去，你觉得我害怕死吗？如果能让我跟心爱的男人死在一起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。玉荣。